在生命传承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啊，他都有5-10个，甚至于50个以上的基因缺陷。罕见疾病这个悲剧呢，其实是在生命传承里面必须承担的一个风险。所以帮助罕见疾病的病患，或者他的家庭呢，其实是帮助每一个人的下一代。关于他是艾伯特氏症，那艾伯特氏症他就是颅骨提前愈合，然后四肢都是病组的，大大小小手术大概进出了10次。在基金会里面呢，我认识了很多的家庭，虽然我们的那个症状都是不一样的，可是感觉大家好像一个大家庭，都不分彼此，不管在娱乐方面呢，还有就是生活自助上面，他们都还有精神方面，他们都给很大的一个鼓励，还有一些支持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其实我们的罕病的家庭大家都很勇敢，在这当中我看到很多的被我们陪伴的对象，他们可能就是在极度痛苦当中，或者家庭已经快分崩离析了。我从来不知道说原来我们陪伴力量有这么大，可以陪伴他们走过生命的幽谷。有些人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可是在我们陪伴的当中，他发现说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关心他的，还有一个组织像一个家庭一样，是愿意长期去关怀他们的。这些年感谢那个罕见疾病基金会，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无药可医的疾病的时候呢，可以到现在可以去坦然的面对、接受跟走入人群中。在罕见家庭里面，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有人支持，有人陪伴。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才投入了这个辅导者志工。当然我也感同身受，我希望以我这样走过来的这样一个历程，然后可以协助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家庭，给他们就是有一个关怀的力量，然后就是让他们有更有一个勇气跟力量可以一直走下去。他出去玩绝对不是牵的我，是牵的志工。对，他说志工很好这样子，然后他这边他觉得很放心，这些人对他没有威胁感或什么，就是他可以玩到过得很快乐这边。其实罕见疾病基金会心灵绘画班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团体，让我觉得最难忘的应该就是每一次都可以看到孩子不同的成长，然后也看到家长因为要陪伴的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课程，那全家一起来这样谈论的话题当中，不再只是疾病，你会发现除了在疾病的这个主题之外，我们会发现他们用艺术来做他们彼此沟通的一个主题，然后也可以在他生活当中找到一个重心。生命虽然有限，可是我们可以在这有限生命里面去活出生命的广度跟宽度。虽然70%以上的病患都没有办法被医疗，但是我们希望他将来能够有更好的医疗环境，他们都能够得到帮助。然后谢谢所有社会上的帮助过我们的同胞，谢谢。